Ses ver.真的，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再一次来到我们可爱的首都，来参加北豹的龙年迎春活动，然后看到这么多新的老的朋友，非常的开心。那么这首歌，送给我们可爱的祖国，可以吗？对。我上火，不要笑话我。是吗？我们乐队对有，我们乐队五个人有三个爱好：一音乐，二女人，三我们伟大的祖国。来吧，这首歌《跳梁小丑》。
我借我一口啊。那个，哎呀，对，非常开心。我想每一支乐队站在这个舞台上，都希望得到大家的掌声、支持。我们也一样，谢谢。我们肯定谢谢。我们肯定不是最优秀的，也不是最燥的，但是我敢保证，我们乐队站在舞台上一定是最卖力气的，流出来的汗一定是最多的那一支乐队，可以吗？这个时刻，我希望现场所有人，不管我们音乐好与坏，能不能只单为了我们五个人所流出来的每一滴汗，给我们来点掌声，可以吗？谢谢新郎哥，来吧，把所有的愤怒，所有心中的不满发泄出来，下一首歌，刘继松，夕阳。我想看到一个大圈，可以转起来，可以吗？可以转起来吗？我们需要一个圈，谢谢所有人加入进来，准备好了吗？
所有人，我们需要一个圈，太牛逼了！上！真的非常开心，我来到这里演出，也要和大家聚在一起，非常的累。非常的累。虽然对我们乐队来自沈阳，然后我们开了10个小时的车来到这里，只单单的为了站在舞台上只有30分钟。然后不过，当这些辛苦遇到一个字的时候全都值了，那就是我们的梦。我想每个人在他小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梦想，不管你长大了你的梦想能否实现，我相信只要你做了，你就是最棒的最牛逼的，对吗？所以我们都是最牛逼的，对吗？谢谢谢谢。然后对2012年金光制作的龙年北国迎春，我们在这里聚在一起，今年是我们乐队组建的10周年，2012年，谢谢。10年了，每一个乐队10年里都学到了很多，同时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财富，那就是朋友兄弟。真的，10年对于我们来说，这10年太珍贵了。然后在这里代表平饶乐队向金刚制作扭曲机器的贝斯道哥和扭曲的所有成员，还有金刚制作毕哥，和他们说一声谢谢。谢谢这些哥哥多年来对我们乐队的无私的帮助和鼓励，叫我们乐队才能看到第10个年头，过第10岁的生日。然后同时也要谢谢10年里所有帮助过支持过我们的每一位朋友，有一些人我们连他的名字我们都不知道，真的，我们连他们有一些支持我们的人，他们的名字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不过他还是在那里默默的支持我们，在这里和所有人、所有支持过平饶的所有朋友说一声谢谢，谢谢。我想，对，不管怎么样，我们十岁了，然后这首歌不是很燥，但是，这首歌是送给我们自己。为了我们10年的青春，10年的梦想，虽然时间可以改变，但是我们的摇滚的心永远不会变。这首歌虽然不是很炸，这首歌叫做《逆流而上》。这个时刻，我也看到所有人的双手，借给我们可以吗？谢谢，打个节奏，嗨，亲爱的所有人。
们一起踏着征途，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屈服。并肩坐，看不要停下脚步，即使看不到满线里的彩虹，也会露出笑容，因为我们在一起，无法停下节奏。我的兄弟，这首歌没有准备，但是换了吧，还是唱老的，还是啊，晚，我操，亲人，我亲人也看不到，来吧，这首歌是我们其实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是这首歌的名字是我们东北的一句话，来带过这个名字。这首歌叫做《爱咋咋地》，东北话。来吧，今天这首歌，送给现场所有的兄弟、所有的朋友。希望今天到这里的每一位人、每一个朋友都会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哎，真的话真身体，说话要站起来，站起来可以吗？要，让我们的身体带动，一起来叫叫。
请白泉来沈阳的评论场，希望大家都以后在以后的日子里，摇滚乐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开心和欢乐，然后希望大家继续支持金工制作，支持所有在中国非常困难的不能说困难，就是怎么说，非常一直坚持在摇滚道路上的每一个乐队，谢谢你们，我们来沈阳评论场再见。